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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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想要，就是想要爱他，好像可以当妈妈这个角色。我真的是没有想到会到高位领导部的，因为很早我从低位的，然后那接下来正拍。台湾国家级的 R I 病房的病师，结果他就来找我，然后跟小芳一起中心。那还有的时候完全不一样，因为魏龙那时候也是一个新人的导演，然后那时候的拍摄状况就比现在比较糟糕。然后现在就是拍病的时候，整个都是成熟的，包括。导演导戏的部分，表演的时候也很轻松，然后也这么多小朋友，然后这么多优秀的女生一起演，就觉得其实真的很享受每一天的拍摄过程。要我也可以真的有小孩的话，会觉得蛮幸福的感觉。你说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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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雨桐，因为在这个，而且鲁娜这么的可爱，是否会激发你想要跟男友也赶快结婚生子的感觉？应该是说在拍摄的过程当中，其实因为我没有演过妈妈的角色，这算是我第一次演一个比较成熟的角色，所以我一开始还蛮紧张，但我还蛮谢谢鲁娜，因为我觉得她用一个很。我觉得他用一个很开放的心态在照顾我跟厚安，就是他接受我们两个，所以我们才有办法去扮演他的父母这个角色。对，所以其实在拍摄过程，我之前有在电台分享过，就有时候我们在那个动物园，然后我们在休息等戏的时间，我就抱了他大概快一个小时，只因为我想要让他休息，我舍不得放手。就是那个时候，那一刻我真的觉得天哪，我就是想要，就是想要爱他，想要。就是妈妈这个就对，你不要抱了，我以为他在骗他要抱，结果没有，是他自己抱。对，所以那个 moment， 我觉得大家在拍摄的过程会觉得自己是可以，好像可以当妈妈这个角色。